扬声大师艾默雅信息。关于地球超脱入境的程序已经开始了，发表日期于2010年10月23日。译自地心文明 TELUS 第一、二、三册英文及部分中文。祝福各位，我亲爱的民众们，我是艾默雅，我是这个星球神圣意志焦点的守护者。从雪士达山城的地层中，我和亚当马希望带给你们爱的信息。我们的信息也是另一个觉醒的呼唤，亲爱的，因为我们知道你们的时间不多了。在亚当马上一次的讯息中，他说许多地表的人民，让他们的意识处在自动反应的形态。在那样的状态中，人们并未有意识地去创造他们未来的现实，或生活在他们投身前灵魂锁定的计划和目标中。因为我们非常爱你们，我们最大的希望是能在2012年在第五次元的通道入口欢迎和迎接你的回归。当我们开放门户，铺下金色的地毯，等着你踏入到这充满了光和爱的次元里，我们将要高声欢呼迎接你。那将是我们和那些踏入这层次门户的人们一个非常神奇的和快乐的日子，所有人欢喜团聚，伟大的欢迎会已在准备，等待那个泪水满襟的日子，但这一次将是喜悦的眼泪。你可以想象得到，在那一刻，那欣喜的感觉，你那成仙的新身体，面对着旧日的朋友和所爱的人们。你也会再见到一些眼前不记得，但是在前世曾与你非常亲近和所爱的人。那里有些人你认识了数千年，你永远的朋友，与你一起投世过好几次，和其他你深爱的灵魂家庭成员。当我们传导下这些消息时，已经感觉到那美妙的一天所带来的兴奋和快乐。你所爱的同胞正等待着迎接你。那天他们将穿着光辉的长袍，站在门旁等着迎接你的回归。当我们的通灵传导女士奥瑞利亚·卢易斯接到这些消息时，想起在短短几年，她将与那些光界的灵魂、她过世的父母和那些童年时过世的亲人再次团聚，眼泪不禁沾满了两颊。她一面写一面擦拭泪水，那些过世的亲人的灵体也现身观看，发送他们的爱心，期待着那伟大团聚的一天。那将是个神奇无比的日子，整个宇宙都在观看。我再强调一遍，天父天母和所有次元的扬声大师都希望你们能够到达这神圣的门户，并穿越进入。这本英文出版于2004年，作者促于2009年7月。我亲爱的人民，从我们的爱心，我们灵性的次元里，再一次提醒你，关于那些进入第五次元的规条，你一定要通过这些条件才可以进入第五次元。你们地表有好多笑话，关于彼得站在天堂的大门前，决定谁可谁不可进入天堂。我的朋友梦，这些好似笑话的话题，可是在此是绝对严肃的。你们现在许多人还不了解这个真理。我提起的原因是，这里有个天门，入门的人一定要有资格才准进。我是艾默雅，在耶稣的时代，我曾投世为门徒彼得之身。我现在是霍汉神和其第一道光神圣意志的守护者，为地球人民服务，我也就是这道入口的守门扬声大师。亲爱的人民，神圣的意志是第一道天门，从此处你才可继续在灵性的道路上发展。除非你愿意放下你的自我的人性和人格，完全交给神的意志，修炼转化成神性的我，在灵性的道路上，你哪里也去不成。神圣的意志是第一道门。
其他还有六项考验你也得通过，以至于达到第五次元，和地球一起扬升。让我奉劝你，假如你想通过第一关卡，当你在晚上熟睡时，从你内在的层级中，带你的以太体来到我的神殿上课，或是从我那些神圣意志的同僚们处休息。在你醒觉的状态，你的通过我的考试才能继续到下一关卡。当你念着这些信息时，你们许多人在前世或今生已经通过了第一道入门，有些人甚至已通过了别的入门。但是我要告诉你，大多数的人类仍然生活在自动反应的意识中，没有一点概念生命的目标是什么，为什么投身在地球上，也不想找寻答案或寻求真理。没有目标，天天混日子，头脑和心灵像风般散乱，灵性昏沉中遵循最少阻力的道路前进。在这人类长久梦想的伟大事件将发生的边缘，数百数千年来，仍然有大批珍贵的灵魂，还没到我所掌管的门前来接受指导和学习。亚当马和我一起，再一次给你一个觉醒的警告。时间越来越短了，假如你还没有进入神圣的意志，我们要你知道，假如你现在选择的话，仍然可能准时通过所有的天门。已没有拖延的时间了，你一定要醒悟，开始在你生活中每一个面向里锻炼神圣的规条，每一天生活在爱的概念里，放弃你的恐惧和以前对神先入为主的观念，愿意接受你从前闪躲的真理。从现在开始，你的举止、思想和语言将充满了爱，变成你所示的神。爱是唯一使你快速扬升的捷径，最大的关键是对神圣自我的爱，对神、地球和所有国度的爱。敬爱与荣耀一切造物主所创造的生命，放弃一切批评和指责，运用无伤害的规条。你若有足够的爱心，你将能通过所有的关卡，并准时直达扬升之门。这将不会发生在那些仍旧生活在自动反应的人们身上。所有将抵达扬升入门的人，都得通过七层所需要的考试，并收到入境的密码，才有资格与地球扬升。每一层次的入门，又有七阶的测试。过去必须是经过了好几世努力的修炼，才能通过一、两层的考试。如今在地球的历史处于独特的时刻上，每个灵魂接受到前所未有的饶恕，只要严谨加上勤勉，你可以在短短几年中达成。我艾莫亚将在那里，好似你们熟悉的彼得一样，跟着一批灵性层级的大师们和你所爱的人，欢迎你的回归。你们永远的朋友艾莫亚。地球超脱入境的程序已经开始了，能够传道给那些读本书的民众关于陶乐士的消息，我感到十分荣幸。我要你知道，你们都是我心中真爱的。这些讯息非常重要和有及时性，我建议你们在你心理和意识上严肃地看待。它将帮助你开放你对更高次元的观念和领悟。这些知识将给你一个概念，关于地球原本生活的计划和方式。这给你一点未来的瞥见，关于地球和它的人民的命运。人类的前途是美好无限量的，实在无法叙述在一本书内。整个蓝图计划也无法于此刻透露。陶乐士这本书给你一个非常好的介绍，一切神奇美妙都等着你，假如你愿意敞开自己迎向更高的意识与神性。希望这一切消息和知识能够分享给所有那些对他敞开的人。我的朋友们，这就是你的作业。
拉姆尼亚的意识在地表恢复的时间已到，它代表着意识中造物者的本源能量，就像基督意识的回返，用最实用的方式让每个人去运用。新的拉姆尼亚不只是你可以造访之地，更是一种存在的状态，神圣完美的彰显出第五次元的频率，并留存在完美的和光辉的躯体中。你长久等待的时日，现在就在你身间可及之处。在地球的历史上，所有扬升成仙的文明都热心地一起合作，团结一致来帮忙你们地球母亲和人类。这就是你累生累世期盼的日子。地球正在经过所有进化结身的改变。我建议你此刻归于中心，集中所有的心力在你神圣的存有上。你所期望的新世界，正如你想象中的在改变，就要显化出来了。我向你保证，不需要害怕。你的造物主正在收回地球上仇恨与憎恶的能量，和平与博爱的频率将主导。所有光界的存有都贡献他们的协助，帮助你演化的过程和进入到那新的世界里。地球此刻发生的事件是如此不可思议，整个这边的宇宙及其他星系的宇宙都集中焦点在你们身上。那将要发生的事件是从来没有在任何世界里、任何星系制度和银河系及其他地方中实行过。你将要经验的蜕变是非常不寻常的，你将是这个宇宙出名的勇士与模范。成千百万的大型太空船和他们的船员每天都观察着你和送给你爱和支持。最重要的是，你一定要放弃你对所有事件的掌控和预期概念，并除去你所有的旧时信念与制度。你所了解的人生将完全的改变了，变得更美好。地球的进化已开始演进，这已不是个未来期待发生的事件，我的朋友们，现在就是这个时点。那些选择否认或不理睬这些消息的人们，将无法继续下去他们的行为。自从2002年5月1号开始，更大能量的光波，特别设计来醒悟与超脱地球的，开始冲散整个地球。这能量光波现在每天早晚不断灌注在地表，它将持续加速强化，一直到你舒服地生活在那被祝福的第五次元的光界里。假如你没有兴趣加速演进和改变，你将迟早离开这一世，再投身别处，到一处适合你灵魂选择的地方。有许多第三次元的星球，类似你现在的情况，愿意让你寄宿其中生活，使你能够以自己的速度继续你的演进。你没有责任跟着我们，你有完全的选择权。你要明白，在这个地球上，那长期循环的第三次元就要结束了。你的地球母亲现在选择要毕业和接受她扬升的冠冕，意思是她将很快只让一批演化高尚的人民记住在她身上。还有一些人因为不同的原因在今世无法扬升，但在下一世将有足够资格。这些灵魂们将再投身在此新的世界里，来完成他们的演进和扬升。这些所爱的灵魂将是下一世代的儿童。我是第五次元天门的守护之一。如我所言，神圣意志将带给你的旅程平安和恩典。我最大的希望是，当时辰到时能够亲自来迎接你。我再次给你新的邀请，在你晚上熟睡时，让你的以太体来雪士达山下地层中休息。我们的课程是来协助你的意识面对地球的巨大的转移。雪士达山和拉姆尼亚的灵光兄弟会和许多不同灵光的存有都联合起来帮助人类的扬升过程。我们有许多人已准备好，
自愿教导你和与你单独工作。我们唯一的要求是，你自愿放弃你人性的自大，臣服于伟大神圣的自我，对于你演进的旅程，愿意进入更深的了解。随着那些显化的频率，那些显示在你眼前的事件，一起蜕变与扬升。我是艾莫亚，从我那钻石的心底和神圣的意志中，等候着你的差遣。谢谢收听，感恩祝福。